首次登台演出。对于台湾萌贝贝的热情难以忘怀的他们，选在十二月二度出台举办首场台湾见面会。就以招牌曲风揭开序幕，接连带来《非法入侵》和《Steal Your Heart》，一展他们的独特魅力。到台湾 ，Monster X 不但把握和粉丝们见面的机会，私底下也抓紧时间跑出去玩，就连现在最夯的流行语都学起来，相当的入世随俗呢。我们上次来台的时候参加 ATV 的最强音乐会，네사개월만에저희단독팬미팅으로여러분들에게보게돼서너무너무영광이고기쁩니다저희가우리멤버들을위해서我们为了我们的这个团员们야시장에가가지고정말맛있는걸사왔어요去了夜市买了很好吃的美食回来저희가그담금질만두아하好像有一个什么饺子네그거랑저희망고빙수도还有芒果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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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그리고치킨还有鸡排치킨鸡排好选一下哈 3, 2, 1给你满满的代币卡给你满满的代币卡给你满满的代币卡除了大家熟悉的嘻哈舞曲之外魅力满满的 Monster X 也变身为浪漫男子献唱两首甜蜜情歌让现场的粉丝们一边听一边融化的新生代，但凭着坚强的实力和强悍的风格 ，Monster X 出道不到两年，成功虏获众多海内外粉丝的心。相信接下来他们还会有更亮眼的表现哦。Yeah.
신발.